闭嘴！我都不做大哥好的你，这就是嘛，玩的是。 跟你好像啊。 你先选，这局面还要分析吗？哎，牛起来再走一下嘛。来，那行吧。这两个小哈密没有味道，没有，啥子都还会选。这个鱼腥草，这个胃我受不了。这两个鸡腿，嗯，你们两个能不能干点正事？你俩的怪事。 这鱼腥草味憋得住了，我就选不下楼吃了。哎，走你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哪个呀？你们把这个锅水吃完了。 放菜，喝酒了，酒才是真话。加点，加点，加点，加点。
的小鱼虾可不是图的干货哦。因为从水里捞上来后，趁它不注意捞开，你半熟。这种工艺因为温度极其讲究的，多炸一下或者温度高了一点都不行。之后再用急冻将其保存，以后快递也是它的理念。我们收到后，箱子里也是有这种冰袋，这是为了保鲜用的。收到后建议你立马就开吃，这样才能吃到鱼虾的鲜感。如果吃不完，也一定要放在冷冻箱里保存，老人小孩都来放心吃，里面不添加任何防腐剂、保鲜剂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说？废话，我肯定要红的。你是亏吃小了是吧？你想伤我老婆？哎，去，明显红的好吃嘛。哎，两个，你选哪个？我随便，你先选吧。明显这个就有货吧。哇，还有两个大螃蟹。我的，哇哦，怎么这么多鲍鱼啊，大意了。别吃了，看来你今天有位粉丝朋友问我，剁椒莴笋开干后需要冷藏吗？如果你有冰箱的情况下，放在冰箱里面保存的话，口感保质期更佳。没冰箱的情况，咱们也不用怕，记得就是挑产品的筷子、勺子要干净，不沾水去挑这个产品。挑完之后，把瓶盖拧紧，放在常温26度以下保存。记得要尽快吃完，因为我湘记品牌的产品，它不添加防腐剂，不添加护食剂，不添加辣椒精，没有科技与狠活。有什么问题，打在评论区，我来给你们回答。好多朋友问我们，为什么说剁椒莴笋卖这么贵？还有人说它是莴笋做的，来，今天莴笋他来了。姓名人都不叫我说是吧？好吃，拿回家吃。来。不是没装吗？没。问，有位山西的朋友问我们，我们家辣椒酱辣吗？我们有专门的研发团队，会根据各个地区不同吃辣的这个程度去做研发，而且我们家辣椒酱里面的话，没有添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它所有的辣度都来自于我这个辣椒本身的辣度，
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吃辣的这个程度去选择。还有什么问题打在评论区。